电视机头前乡亲，细汉时阵敢有耍过机关枋的游戏？溪底社区的东湾课程，老师哦就带着时代做回来动手做创意机关枋，训练手甲目睭协调的另外多加美感开发。过当来回想到当年时阵的欢乐时光。新港乐龄中心伫溪底社区开办创意东湾课程，邀请专业的老师要来带长辈做手工艺。但是老师在开始动手做之前，都会先安排儿童游戏，让长辈脚手动动咧，活化脑波。社区长辈下晡的课，精神拢会较无好，在老师的儿童带领之下，就较有活力。连阿孙拢讲要甲阿嬷做回来社区佚佗。因为他在那个步骤上其实有点比较繁琐，所以我们就是要训练长辈他们的一个协调度，还有规则性，所以也要训练长辈的一个专注力。好，希望他能够透过我们老师的一个讲解，他们能够就是照这张顺序，然后把它排整完毕之后，才能够顺利的完成这次的作品。好，那这个作品其实它最主要就是靠两个板子一个碰击的状况，然后产生的一些声音。好，那我希望说长辈他们真的能够很有耐心去完成这个东西，这样。乐龄中心吼，啊，甲阮溪底社区来配合这个红阿飘，吼，这一挂四大人细汉的时阵的佚佗物，互因会当讲吼，哦，即马十岁岁了，过来伫社区吼，啊来设计一挂因要所爱的游戏的物件，会当互因。家己设计了后，互因四大人产生一个真大的自信心，所以再次感谢吼，咱新港乡公所吼，啊有这个机会吼，甲阮溪底来配合，希望阮会当安尼，互社区的四大吼，啊大家安尼愈做愈欢喜，啊会当真欢喜来甲社区来佚佗安尼。阿姨，哇，你有拍手吼，陈秀辉老师指出，创意翻版的制作过程较麻烦，有真侪步骤必须爱照步来，让长辈家己做的话，唔来当训练手甲目睭协调的灵活度，可以当让长辈发挥美感创作，完成属于家己独一无二的作品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，新港采访报道。